中，天下将万劫不复。你可以走了。之前就看那个微博上转吧，说是这才是真正的看电影形式。其实我觉得这说的挺好的，因为会挡住部分的内容画面，然后会吸引你的注意力，然后就是分散你对剧情的关注。我会觉得它那个字飞得很快，然后会让我觉得头昏眼花的，然后我就很不喜欢。背井离乡就得要出人头地，要是以后你们